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每天陪你学习，进步，成长。农历七月，在民间被称为鬼月，但是在佛教中的七月是孝亲报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报恩月、孝亲月。从古到今，每逢七月十五，寺院将起建盂兰盆报恩孝亲法会。农历的七月三十更是地藏王菩萨圣诞，因此，在整个农历七月，秋子将陪伴大家谈谈地藏菩萨感应事迹，分享读诵地藏经或地藏菩萨圣号所带来的不可思议效果，希望在迷茫困境中的你找到一盏明灯，驱散黑暗。以下故事乃真人真事，均以第一人称，题目为奇梦昭示病灶游，当为因果误害命。2006年6月初，我开始郑重地恭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并以此功德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虽然我修学佛法已有十多年了，但之前只受持过两部地藏经，其他时间并没有认认真真地去读诵和了解这部经典。我第一次诵地藏经时是在2002年初春，那时我在辽宁省鞍山市，原因是我又一次病倒了，而且病得还很重。我自3岁起就患上了急性肾炎，10多岁因参加少年舞蹈排练过度劳累复发过一次，20多岁婚后发现我已经患上了慢性肾炎，医生嘱咐我，你最好不要生孩子，否则怀孕期间容易转为尿毒症，这样母子都会有生命危险。听了医生的话，我差点崩溃了，预感到这个隐形炸弹迟早会毁灭我幸福的家庭。虽然那时我衣食无忧，过着富足的生活，但病魔带给我精神上的折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庆幸我此生与佛有缘，佛陀的智慧犹如一盏明灯，为我指引了方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使我渐渐地远离迷惘，解开种种疑惑。我曾在佛前发下大愿，愿此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以弘法为家务，立身为事业，将所做的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净土。但当时的我还不太懂得忏悔解愿。这年我的病情开始恶化，血肌酐指数高达500，慢性肾炎转成了尿毒症，并引起了高血压，还伴有咳嗽、呕吐，实在是痛苦难忍啊。于是很多慈悲的居士来我家里，发心一起为我诵地藏经。大家埋头专心诵经时，都听到了一位女子伤心的哭泣声。诵经后，师兄们都问我，刚才是你在哭吗？我回答说，没啊，我也听到了哭声，还以为是旁边的人呢。后来大家都认为那哭声是我的冤亲债主，但那时的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我记不起前生的事，所以对前世因果还不够深信，忏悔心也生不起来。佛友们临走时嘱咐我，你自己要继续诵地藏经啊。自学佛以来，我每天都坚持诵《佛说阿弥陀经》《心经》《大悲咒》，念佛名号，加诵地藏经，这还是第一次。我诵地藏经时，往往诵不到一半就会打瞌睡，有时甚至还睡着了，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心不在焉地诵了几步就放下了。不久，我的病情加重了，在北京医院开始接受洗肾治疗。大半年过去了，我又结识了一位老居士，
他也劝导我诵地藏经。他说，你读诵阿弥陀经、大悲咒和念佛，并将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净土，这很好，但是你的冤亲债主会轻易放过你吗？当务之急，你应该诵地藏经回向给冤亲债主，他们离苦了，你才能得乐啊。老居士真心的劝导，使我再一次捧起了地藏经。可是诵经时，我还是不能够专心，而且还不停地打妄想。哎呀，这部经实在是太长了，诵读一部真累啊，真不容易啊。就这样，我心不甘情不愿勉强诵了几十部后又放下了。2006年6月初，惠州的师兄打来电话，也劝我诵这部经，并强调说要将诵读经文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可以消除我的病苦。月初，我又开始持诵经文。中旬时，我邀请两位深圳的师兄一起前往广州六榕寺，听我的恩师杨红老师讲课。在六榕寺听课期间，经介绍，我又结识了一位深圳的师兄，据说他见证过地藏王菩萨治病救人的不可思议功德。回到番禺后，我又收到了另一位深圳居士寄来的一套光碟，讲的都是居士诵地藏经得感应的事。这位居士是法门寺教务主任贤空法师介绍给我认识的，他们希望我能尽快消除业障，身心安康。我看了这套光碟后更受触动，立刻发愿诵200部地藏经，每天持诵一部回向给我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愿他们蒙此福利往生善去。这次诵经，我不再困倦了，杂念也少了。诵经30多天，梦中感的冤亲债主对我说，很欢喜听你为我们诵地藏经。听他们这么说，我激动地打了个大喷嚏，此时从我鼻孔里喷出了一条线，我扯住它使劲往外拽，这一拽就牵扯到腹部也痛了起来。那时我想过放弃，但最后我还是把它拽了出来，发现那条线的末端有点像小香肠似的东西，但晃了一眼就不见了。忽然我听到一位女子的声音，我过去生中曾是位居士，听地藏经很好，但我觉得浅，我想听金刚经。听此言，我连忙对他说，我诵7部金刚经专门回向给您，晚上还继续诵地藏经好吗？谢谢你。不用谢，您是菩萨来成就我的，我该谢谢您才对，您现在上佛堂等我吧。刚说完，我就从梦中醒来，那时还是清晨，我马上起身洗漱，穿上海青，怀着至诚心到佛前焚香，为他诵金刚经，7天后圆满。第8天，我去放生，并将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他，愿他早日离苦得乐。当晚，我梦见空中有一道白光照在我家门口，这时看到有两位善神来接他，并为我示现与他的前生因缘。梦中我看到一个场景，看到有许多人，其中一个人正是我自己，再一个就是这位居士。我命令两位士兵将他押到铡刀下铡死，他临死前摇着头拼命地挣扎着，他那愤恨的眼睛死死盯住我。这一幕景象过后，他向我走来，这时善神担心他不原谅我会伤害我，试图上前拦他，然而他走到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佛，多做善事，多多支持佛教事业，将来会很好的。说完他转身就跟着善神飞往天上了。有一位善神走了不远，又转身走到我面前，
你悟到你疾病的因缘了吗？我很愧疚，宿世的自己是那样的冷酷无情，被我杀害的人实在是太可怜了。我惭愧地对他深深点了点头，他说，悟道就好。说完，转身离去。这真实感应使我想起达摩祖师悟性论中一句偈，若迷时佛度众生，若悟时众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度，皆有众生度故。未曾想，从此以后，我的血压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要知道，3年多来，我都一直要靠服用2种降压药来降压。从2006年7月至发稿的今天，再也没有出现过血压高的现象，也摆脱了吃降压药的痛苦。了解我病情的医生和护士们无不赞叹，学佛好，诵经好，这一切都是依诚注诵地藏经和金刚经的福德因缘啊。几年来，贫穷与疾病给了我很多的磨练，亲身的经历使我真正领悟到化解冤亲债主心中仇恨的重要性及万法因缘生的道理。真正的大智慧者是用慈爱心广结善缘，随缘化解宿世所种的恶因缘。因为畏惧躲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三次诵地藏经时，我就发起大虔诚心、惭愧心和忏悔心。仔细想想，我们过去生中曾施加于众生身心莫大的伤害，而佛法教导我们读经解怨的方法，真可谓是重罪轻报啊。相比较之下，实在是太便宜我们了。对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又怎能不惭愧呢？比起他们所受的苦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诵经时怕苦怕累呢？听了讲解楞严经中的4种清净明慧之后，心开意解，更使我深悟忏悔与持戒的重要性。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承受疾病的痛苦，是因为无量劫来乃至今生愚痴颠倒，造作杀盗淫妄业力的感召。无论罪业大小，哪怕是起心动念，都应该真心的忏悔。佛陀教导我们说，无量劫来，一切有形无形众生跟我们的关系，再复杂也不外乎4大类：有恩、有怨、讨债、还债。因缘果报成熟的时间、缘分的深浅不同，因显不一样。万法因缘生灭，因果轮回循环定律，是宇宙人生真理。华严经上也讲，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一法不是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地藏经又云，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就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梦中和现实生活所看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是自心、真如本性因缘变现出来的，本来就是自己啊。佛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缘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条件。无缘大慈就是对众生没有条件的慈爱，悲就是悲悯。为什么悲悯呢？因为众生跟我是一体啊，一切众生、一切万物是自己，所以绝对不能起一念去伤害众生。利益有情，自身受福，伤害他人，苦在自身。因此莫要杀生害命，一个都杀不得。对于一切万事万物都要心怀善念啊。诵持地藏经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对佛法的认识也加深了。有一次，我和同修们去吃饭，有一位老婆婆向我们祈求施舍，我从身上拿出零钱放在她的碗里，同修们纷纷拿出钱给她，老婆婆向我们点了点头，便离开了。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师兄气愤地说，你看，咱们布施给他钱，他连个谢谢都不说。我对他说，师兄，你能够布施是很好的，但切记不可用傲慢执着的心去修善，这样修来的也只能是人天福报，世间善法。你要是想修出离世间善法，就应该用一颗供养的心去对待老人家。你试想一下，若他是你的母亲，你会要求他对你说声谢谢吗？佛说，一切众生皆为父母，应当礼敬供养，更何况老人家已经向我们点头是谢了。感恩不一定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肢体语言同样能表达出来。我们要学会用真心去体会。我觉得要做好礼敬供养，应该向普贤菩萨好好学习。普贤十大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你看啊，普贤菩萨也礼敬供养啊，修得这么好，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时在街上遇到疯疯癫癫的人，我会买一些食品放在他的跟前，然后赶紧离开。当我在远处看到他面无表情地吃着我送给他的食物，心里感到那就是他对我最大的感恩。《金刚经》上讲，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感恩《地藏经》和《金刚经》，让我学到这么多殊胜的佛法。感恩所有慈悲劝导我诵持地藏经的师兄们，更感恩发起编辑一时代地藏菩萨感应录的莲友们，随喜师兄们弘扬地藏经，弘扬地藏菩萨精神的功德，感恩诸佛菩萨慈悲护念，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报答佛恩，报答友情，与同修们分享修学地藏菩萨本愿经和佛法的感应心得。愿有情无情同源种智，法喜充满。后续，2012年3月28日，有一首歌，歌名叫《佛陀的爱》，在心中有一份爱，那是佛陀的关怀，它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关怀，一起去散播开，让每颗心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一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这首歌实在唱出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感恩佛陀，是您的智慧灌顶，使我觉悟而生存至今，是您的鼓励和仁慈，让我懂得感恩，祈请佛陀为我正等加持。在一时代地藏菩萨感应录中，我曾介绍自己的肾病很严重，通过诵经忏悔罪业，超度冤亲债主，以及坚持吃素，病情得以稳定，特别是高血压奇迹般恢复正常。可是肾病在诵经前的几年就不得不靠长期的血液透析来治疗了。那时我并没有医保，两年的光景就花掉了我所有的积蓄，连洗肾也无法维持。正在绝望之际，
佛菩萨加持，我偶遇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会长杨红老师，慈悲的老师爽快地答应资助我洗肾，并说如果有肾源就换，可是能找到和我配型的肾源是何等的难啊。2009年杨红老师往生，慈悲的他资助我洗肾近5年，为我延续生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从那时起，我在家人与佛友们的支持下艰难的洗肾维持着生命，幸好那时我已经有了医保，否则能活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2010年10月份，如意海、罗居士、达恒、青莲等师兄于广州番禺成立了救助小组，为我募集透析和换肾的善款。在莲友们善举感召下，广州居士及全国各地的居士善友、辽宁鞍山佛协王伯琴会长、李喜燕及全体委员佛友们都积极为我捐款。2011年1月，著名表演艺术家侯耀华先生听闻此事后，特意从北京赶到广州来看望我。在这9年洗肾的日子里，我尝尽了人间的冷暖，可侯先生对我却没有丝毫嫌弃，还拿出3000元给我们过个好年，并与我和妹妹亲切的合影留念，我心好感动。而这一幕恰与我2个月前做的一个梦相吻合。当时我的好友罗居士一直想尽办法帮我，其中一个想法就是想让侯先生来救我。没过几天，我果真梦到了侯耀华先生，情景与上述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我也把我的梦与好友一起分享了，如今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个奇妙的感应，感恩诸佛菩萨加持，慈悲的侯耀华先生拿出了20万元给我换肾。2011年3月23日，我前往医院做术前配型及身体型检，检查结果非常好，医生说你洗肾近9年了，却没有并发症，真是一个奇迹啊。做肾移植是完全没问题的，很多肾病都会并发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很多肾病患者洗肾几年身体都极度不适，脸色黝黑。而我承载着诵持地藏菩萨本愿经和金刚经的福德因缘，以及坚持了10几年吃长素的功德力，自2006年至今，我的血压非常正常，检查显示我除了双肾萎缩的像小核桃似的，身体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疾病。在等待合适肾源的这段日子里，我诵楞严咒、金刚经、阿弥陀经、忏悔文、持金刚萨埵心咒等，祈请诸佛菩萨慈悲加持，早日换肾圆满成功。我虔诚发菩提心，愿将此身心供养三宝，无条件的帮助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愿所有的乳母有情众生早日离苦得乐，脱离六道轮回，愿自他一切有情众生共证无上圆满的佛果。2011年11月23日晚，我洗漱睡觉，躺下不久就听到美妙的天乐从远至近，还看见从天而降的美丽的天使菩萨，将一圆状透明体照在我身上，一个声音在说，你发菩提心真是太好了。2011年11月25日，我成功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术后出院至今，我恢复良好，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莲友们的祝福。命运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磨难，同时也为我积累了一大笔精神财富，感恩佛菩萨赐予我新的生命，开显我智慧，感谢佛菩萨的恩典，引导我在逆境中不失道心，学会了安忍平常心，笑看人生。我誓愿学习菩萨三境界，恶信去尽，善心学满，度尽众生，
学习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尽虚空变法界，普利有情。我的新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它承载了活菩萨们无数心血，是佛菩萨慈悲的见证。我怀着一颗赤诚的感恩心，如实写出这个故事，为自觉觉他，饶益有情，报佛恩德，同时也将佛菩萨的慈悲不施波罗蜜甘露雨遍播世间，滋润大地，让每颗心都分享这份爱。南无阿弥陀佛，顶礼诸佛菩萨，顶礼所有的恩人们。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并且让你有所收获，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我们天天学习，天天进步，成就更好的自己。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晚9点再见。